给我根烟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给我根烟啊，快点。你不是江哥，我还以为是江哥呢。是江哥，反正你不是。2小时28分钟，上次是2小时10分钟，上次是下宫的水道断水的话，这次我们是汤水来了。你是特务啊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啊，你这特务！他好可怜呐！你看，我一看那个家伙，他就不对劲儿啊！啊，两只眼睛吃肉吃的，又黑又亮的，不像我们眼珠子发黄，没有光。找个地方把他埋了。是，再不埋，老鼠就把他给吃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来搭把手。是一般的凶手，一定是特务。特务，对，不是军统，那也是中统。一号说的没错，是我们没来得及拿走的图。那张图等于告诉敌人我们的意图。一号说的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了，一号要后天回来。问题是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找到那个特务，他会告诉我们，他们究竟有什么意图。现在敌人还只是怀疑和猜测，一旦他们发现人不少了，等于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和猜测。你去找那个魏老大，我要跟他谈谈。魏老大出去赴宴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要马上行动。王队啊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们没问题啊。哎，等等，有两个问题啊。第一，特务在什么位置我们不知道，万一撞上了怎么办？杀了他！可是队长，我们这5-6天的时间必须在敌人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下进行，万一撞上和杀死那个特务，我们都会暴露无遗。你说的第二个呢？第二，魏老大不在，放水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，但那个特务必须要除掉。嗯，刘一村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你去除掉那个特务，又不要让敌人发现。老张，你刘一村。你行的，你现在就去行动。我们这次行动成不成功，就全看你了。
杀了小兔子。走他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难道说，他还活着？活着未必是件坏事。他们会以为是乞丐报复。哼，我就说嘛，又一村有的是办法。现在，我们就等魏振海回来了。巡逻队刚过去，再过来需要两个小时。这时候，魏振海也该回来了。老唐，队长，让兄弟们都休息待命吧。好，我知道。